12月3日早，鞠婧祎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视频，与粉丝甜蜜道早安。视频中，鞠婧祎或是长发恬静乖坐车内，或是双马尾活力满满打羽毛球。众多库存视频的拼接，让粉丝直呼：“早上好呀，宝贝！宝贝，你需要多发微博了，你的库存看起来有点多哦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